条不论粗细，装叉不论岁数。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嗨，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关注没有？没关注，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再来看视频。啊，开玩笑了，你不关注也可以，我也没办法逼你，对吧？那今天的训练笔记是根据这一周的这个技术教学来做的一个双打的一个提拉，就是当你发完球，对方搓的质量很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球给拨过去，就是不要去给对方很容易去进攻。那这个技术，我今天来教大家这个做这个训练笔记。我发球，对吧？一个在这边搓，对不对？搓完之后，然后过来上来抹。那这个抹球要注意啊。首先你发完球，对吧？你不能站这里吧，对吧？你发完球是一定是往前看往前的，对吧？然后球过来之后上去抹，对吧？那这个球，注意这个提拉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拍面的位置。当它那个球过来的时候，拍面这一块，知道吧？中间靠下的一半，靠这一半来拉，不要去拉到这里了啊！拉这里是不好控制的，一定是拉到这一块，看到没有？然后为了增加它的球速，重心要跟上，你不能站着去抹，一定是迎上去抹，球速才会快。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起球，对方搓再好我也不起，我抹到中路，我们再来对抽，好不好？来，一个人发，一个人去搓，来开始。对，还可以。不错，嗯，这个动作是对的，手指加点力，对，可以，很好，漂亮，球头要找准啊，对，哎，这个不行，你别慌，你发完球往前站一步，看一下，看清楚，知道？你发完你要动啊，你发完站中间干嘛？往前站一点，你发完站中间干嘛？你发完往前走一步，你要看往前啊。对，这个才对啊！你放球站着不动啊，对吧？来走，对，好球，太高了啊！身体跟一下，对，好球，这个对的，很好，再做多一点，对，好球，这球搓太烂了，对，好球，很好。嗯，你发完球你要动一步啊，你发完球不要站在原地啊。对，好球，好，可以，不错不错，来换一个。对，这种感觉是对的，就拿这边加点重心，来换一下人，来从下往上抹啊。正手上来搓，你正手上来，正手把动作架好。对，你跳什么？别跳，别跳，移动上去，移动上去，别跳。对，移动上去，这个搓球搓好点啊，太高了，好球，对，不错，动作做完整，对，哎，这个球就是要给它抹过去，国网也要抹过去，你发完球你站得太高了吧，你要不要把胸挺起来啊，大哥？对，可以，不错，来 ，OK，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在这个做提拉的时候啊，你们发球这个习惯不好，你发完球你看什么？看和你上来差很多的。你发球你在那边看，对方那里也敢打，那里也敢打，但是你发完球你往前走一步，你会吓到他，你知道吧？你直接冲过来你会吓到，哪怕我扑不到球，我是个傻子，但是我冲上来，对方也会软啊，也会有点慌啊。你要把这个压迫的东西给别人做出来，特别是发完球之后，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啊。那行，那今天的训练笔记就是讲一个提拉，然后一个发完球的上去的一个东西，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我们下期见。更多羽毛球教学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谢谢大家支持。